TVB 大股东黎瑞刚公开大力批评 TVB 嘅不济啦，真系好罕见嘅。根据一般嘅常理啦，呢啲谴责嘅说话都系应该闩埋道门，内部自己倾。对外发放呢啲信息呢，或多或少对现时管理层都有一定嘅打击。点解黎瑞刚要选择咁样做呢？真系只有佢自己先至知道啦。 呢位有中国梅铎之称嘅大老板，唔系虚有其名噶。呢一位中共党员啊，系有一定嘅学历背景同埋经验。一九九四年，佢喺复旦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之后就加入咗上海电视台，参与新闻同纪录片嘅工作。二零零一年呢，去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添。 佢系专系研究传媒管理同埋经营嘅。佢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梅毒啊，系因为佢喺内地咧经营大量嘅文娱业务嘅。二零零二年，佢翻翻国内出任上海文广集团 （SMG） 总裁。二零零九年咧，就自己另起炉灶，创办咗华人文化产业基金。 公司咧后来就成为中国华人文化集团 （C.M.C.）。黎瑞刚对 T.V.B. 嘅观察呢，大致上都是合理嘅。不过佢有两个大嘅盲点。第一点，佢似乎唔系太理解啊，什解广告收入会下跌？将呢个现象呢，完全归咎于网民发起抵制广告商行动，诸如此类嘅政治因素。佢仲说 希望當局咧能夠採取啲措施去阻止啊呢啲行為。佢仲形容呢啲咁嘅行動咧，根本就係違法嘅。其實廣告商之所以冇以前咁踴躍喺 TVB 嗰度賣廣告咧，絕對唔能夠完全歸咎於網民發起嘅呢啲行動嘅。廣告商咧係最實際嘅一班人嚟嘅，做乜嘢都要講求嗰個廣告效用嘅。 今日媒體嘅市場咧，已經唔可以同往日嘅市場同日而遇。新媒體嘅湧現令成個市場碎片化 （fragmented）。唔少商品或者服務咧，根本就唔需要針對最大收看大眾傳媒嘅觀眾層。我哋所謂嘅 biggest mass common denominator，一個決定性嘅小數，稱之為 critical mass。 已經係可以為佢哋帶嚟最大嘅廣告效益㗎啦。再加上 TVB 觀眾嘅層次啊，喺經歷緊當年 ATV 嘅狀況，歲數呢傾向於老年化，經濟上最活躍嘅嗰班年青人呢，一唔願意再睇 TVB 啦。喎，咁你話啦，廣告商有啲乜嘢理由啊？要好似以前咁催之若無咁，要擺晒大部分嘅資源落去 TVB 呢？ 廣告商特別係針對年青人嘅廣告商，講求嘅咧係一個融入同互動嘅體驗，我哋稱之為 immersive and engaging experience。呢、這、一個單靠大氣電波嘅媒介單方面嘅傳送係唔能夠再滿足到佢哋。其實 TVB 只要肯放膽同埋擺多啲資源落去做好佢嘅新媒體。 加埋佢本身喺主流媒體嘅固有力量，應該都仲係大有可為嘅。我睇唔到點解黎瑞光會認為網民發起抵制廣告商行為係屬於違法，仲話啲乜嘢希望當局要採取措施阻止添？如果真係要阻止嘅，可能一早咧就要阻止咗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先前喺佢個人嘅 Facebook 嗰度向《蘋果日報》廣告商施壓嘅行動啦，大家應該記得喺二零一九年三月，梁振英開始追擊《蘋果日報》嘅廣告商，主要咧就係針對嗰啲全版廣告。後來仲擴展呢個行動去到《蘋果動新聞》嘅廣告添，有一篇貼文啊，直情係展示出落廣告嘅商户同佢刊登嘅日期。 喺追击嘅初期咧，有关嘅内容啊，更加长，更加多添。自然就系咁嘅。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号呢，《苹果日报》嘅专栏作家李仪就喺报应为题嘅呢篇文章呢，写刚过世嘅港区人大代表黄敏光。咁梁振英就认为文章咧系污蔑，要为死者讨回嘅公道。梁振英当时嘅贴文系咁写嘅：咩广告商？

更加唔會形容佢呢個作為是係違反法律嘅行為嚟喎。如果真係違法嘅話，那違反咗邊一條法例先？其實當時坊間唔係冇質疑嘅，有人質疑點解警察唔用涉嫌刑事恐嚇嘅罪名拘捕梁振英？大家都要公道啲，要睇翻個關鍵係有冇做到非法嘅行為。刑事罪行條例 之下講嘅恐嚇條文呢係指恐嚇對一啲人做一啲不利嘅事。如果因為佢個人嘅喜好、政見，又或者係口味，叫人哋唔好幫襯某一間嘅企業，唔代表佢係犯法噶嘛。黎瑞剛另一個盲點咧，就係睇唔到 TVB 新聞部喺民間引起嗰種負面嘅回響，佢竟然大讚無線新聞部。 形容《新聞報》捍衞咗客觀公正嘅立場，佢似乎忘記咗啲網友發起抵制嘅原因，就正正係因為無線二零一九年對七二一八二人襲擊市民嘅報導不公允所引致的最諷刺嘅呢，就係黎瑞剛讚完呢個 TVB 新聞客觀公正之後呢就喺尋晚啫。 无线新闻喺直播嘅时候呢，即刻出现一个非常之尴尬嘅场面，系反映到市民系几咁几咁唔欢迎 TVB。大约七点半左右，无线新闻报道个记者李由坤喺屯门友爱邨爱辉楼做紧直播嘅时候呢，喺现场嘅佢就讲紧，而家有人喺现场打点物资嘅时候，镜头忽然间出现一把。 好大好大声嘅男人声叫：食屎啦无线！包括有一啲长镜头拍啦，同埋咧就系有一啲啦啊胶手套喺入面噶。虽然咧有人喺度叫嚣，但系当时阿李游坤都仍然系保持镇定嘅，扮作完场完全冇嘢发生，继续喺报道现场嘅情况。但系跟住嚟就有一个着咗黑衫嘅男子跑入镜头，呢、這个时候咧李游坤尾就眉头一皱啦。 因为个男子咧已经系高举咗双手，仲对镜头做出不文嘅举起中指嘅动作，走到佢旁边。咁相信咧，迟下咧就会喺呢一度啦，就准备设立一个嘅临时检测站噶。摄影师咧就即刻将个焦点转咗去后边嗰个楼宇嗰度。李尤坤喺镜头外就继续报道埋呢单新闻。 但系就再冇系嘅翻翻去镜头里边呢、這个尴尬嘅场面有成四十秒咁耐，观众选择离弃 T V B 唔系一朝一夕嘅事。如果要挽回呢个颓势呢，我恐怕黎先生都必定要从根源做起，要客观咁去评估啊呢一种观众嘅离心力啊，真正嘅原因系喺边度？不过除此以外都有一条好桥可以俾佢嘅，佢可以考虑下。 请咗阿李百全嚟代咗代替李保安，横掂两个都系姓李嘅啫。因为李百全系非常之破格嘅节目抽起达唔达目标啊，就向员工追讨制作费。相信 TVB 一定冇人敢乱开节目悭翻唔少钱。有汕头主演咩？李百全可以任意将各组调嚟调去嘅。仲有边一个艺员顺眼啊？即刻抽起佢，<laughs> 反正都系外行。 管理內行一定可以大刀闊斧，可以趕改進晒阿黎瑞光眼中 TVB 嘅陋習。大家好，我係常榮妮 Suki S 智雲頻道，拉、like、咗咯，你拉咗未啊？